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可是头痛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和我交个朋友。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人他们说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。哈哈哈！哦，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眼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人他们说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。哈哈哈，人他们说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我刚刚哈哈哈早了。哇，这是我们的瑞总吗？还谢谢炫叔灰鱼，谢谢大家的那个蘑菇鞭炮器 SG。 哎，瑞总那个上任提督了，瑞总总督了解一下。我在嫁老板呢，我胆子好大哦。哎，撤回一条消息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帅气大方的瑞总。你看我们瑞总都上船了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哎，谢谢恒山周小云的蘑菇方舟。谢皮皮木我的蘑菇别跑了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安排一下。我也只能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口嗨一下了，总督了解一下。老板说你号没了，老板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我开个玩笑的。他说看 Timo 的人年龄有多大，我跟你们说，看就是看我的人就是从小到那个很老都有，因为我之前不是在每个城市有签唱会嘛，然后就是有好多，哇，就在像小学还有就是幼儿园，就是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孩儿，他都上来就是跟我那个签名然后合照，就超可爱的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很喜欢听我的歌，也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就是哎，知道有个这个人，然后他唱的那个佛系少女呀什么就特别开心，因为小孩肯定就喜欢开心的东西嘛，他们喜欢听我唱的歌。还有就是我们直播间年龄最大的多少吗？你们多少岁了？谢谢压抑得住没死就有希望的蘑菇别跑。我们来做个那个市场调查，直播间调查，你们是几零后？哦，我马上要开始抽奖了。我们来个开门红吧，先抽十个520红包，520现金红包，好吧，520块钱现金红包，一共抽十个，直播间的正在看直播的你就可能中奖，因为我们刚开播，来的小伙伴可能陆陆续续才进场，所以呢，你们中奖几率很大的。我们赶紧就开始了。谢谢灰灰灰的礼花，还疯狂的哦。年龄最大的怕是陈总，哎，那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首先先给你们保个底，年龄最大的可能现在啊，我知道的应该是我爷爷，因为我爷爷的话是每天也会准时，爷爷奶奶准时守到那个直播间前看我的。基本一场不落吧，
但是他们一般就看到个十点左右大概就睡了。真的啊，我之前回去过年，我给我爷爷买了个新手机，然后就给他下了那些很多 APP， 然后教他怎么那个看。爷爷奶奶好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我爷爷奶奶看直播，你们谨言慎行，我爸妈都看的。基本上我亲戚，就是亲戚啊，亲戚最亲的人，一般他们都会天天看。朋友的话我不知道。哎，按一下这个。我准备抽奖了啊，等一下。进入我的直播间。那一年的星空，清澈的像你。我要来开启天选时刻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来十个520元，差点打成502了。元现金红包十个啊。好，我们再谢谢1314129潘的摩天大楼，谢谢压得住的蘑菇方舟。马上开始哦，你们弹幕打出关注冯提莫直播间这几个字就可以参与抽奖啦。我设置一下，马上开始就有机会中520元现金红包哦。你们可以拿着这个红包，就当我是给你们那个平安夜夜发的那个红包，拿去买那个鸡腿吃。好啦，我说开始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谢谢独有的回忆的舰长，开始啦，开始啦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就是在那个，如果是手机的话，应该在左下角有个天选时刻，就是那个地方。条件非常的简单，怎么参与抽奖呢？我看到有小伙伴在弹幕问，就是你先关注我的直播间，然后呢，打字打出关注冯提莫直播间这几个字，然后就是有效参与啦。5分钟之后就开奖喽。给大家唱一个开心一点的歌，祝大家中奖吧。爱拉拉。太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，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。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，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孩子气，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。你也不讲道理我就也想你，难道其实是我才发神经。你爱我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谁会爱我，你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。夜晚衣服太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，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，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，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孩子气，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。你也不讲道理我就也想你，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。你爱我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谁会爱我，你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。一直在想你，拿着橡皮擦不掉你脑子黑漆漆，数着你的毛病你的坏脾气，可是你很爱我那就原谅你。你爱我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
是会爱我你，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你，爱我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，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你，爱我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，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。谢谢大家的疯狂打 call， 谢谢 Timo 一直在唱歌的摩天大楼。我自己能参与抽奖吗？我不行。大家记得哟，抽奖之前记得关注我的直播间哦，这样才算有效抽奖哟。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啦，非常的简单。谢谢横山做小云，谢谢大家的 Timo 比心，谢谢哔哩哔哩，谢谢大家的 Big 啦。还有一分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中奖。你们唱一首可爱的歌吧，嗯，给你们卖卖萌哈，不要嫌弃我，谢谢。好的，数到三，永远爱你一个，四不会犯错，五不会啰嗦，每天为你打 call， 苦看也不错，轻轻贴近你的耳朵，撒浪嘿哟，情话永远不嫌。专属情歌要记得，说你想说的，做你想做的，别怕失败，因为你有我，唱完我们爱的歌，轻轻贴近你的耳朵，撒浪嘿哟，情话永远不嫌太多，对你说，打开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此刻，为你唱的专属情歌要记得。轻轻靠近你的耳朵，废话不嫌太多，如果相遇的几率一万分之一那么多，请相信我的真挚真心比宇宙还辽阔，我会牵着你的手直到全部接受，靠近你的耳朵，撒浪嘿哟，打开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此刻，为你唱的专属情歌要记得，轻轻靠近你的耳朵，撒浪嘿哟，情话永远不嫌太多，对你说，打开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此刻，这首专属情歌，请记得。恭喜这十个 B 站用户中了520元红包！哎呀，好好笑！不是，就是你们打这个弹幕，就是有点那种内涵嘛，故意拖到后面那样说。
连成一句话。一只高了没？茶木生五一一飞旋之人 Billy 九七幺轻易斩封存 Billy 幺七三请仔细这个诺瓦囧事件，恭喜这十个小伙伴哟！我觉得你们呐、啊，你们如果是要来我直播间抽奖，你们不能这么真实，不能。